心门刺透了可能，所想所愿不肯轻易的成全。我们一直有伞的欢，风雨投身将雨伞陪衬，而你从未多问，我不曾想着但此话当真。不尽相思愿长情断之，昔年旧日真恰如此时。如果残回因果是因果，等待是否意味着蹉跎，好怕某天你双手紧握，掌心里伸出我灵魂虚薄，即便命运沉默是枷锁，也是唯一我不想挣脱。幸福的轮廓是有你在侧，我不要再躲。一生几次隔的人与之轻轻化生死，念离去我心底把不下的一个字，下有知一切又回到开始的样子，只是爱不能到此为止。只要我还是草原上的王，你便是草原最尊贵的女人。我不是真公主，之所以嫁给你，其实也另有目的。我带你回来也有别的目的。你的目的？我无意伤害李北，我只是有我自己的使命。但你到底是谁？大王，我们不是约好了互不干涉吗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做出伤害李北的事情，更不会伤害你。吃饭。我的目的表面看达成了，却好像有了比目的更重要的人。我的目的还未达成，但好像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了。公主，王后有赏。公主，
何事？恭喜驸马，这些珠宝乃是王后赏赐给和亲公主的。我的王妃不喜欢这些，拿回去。这可是王后赏赐。公主，听李北王的，拿回去吧。好个李西风，竟敢把本宫的赏赐给退回来，看来他早已心属李北，忘了景国的重任了。不会，吉烈个性耿直，若他察觉李西风是我们的耳目，早就亲手除掉他了。本宫杀死李思年本来无甚，后来查出这个李西风是李思年的女儿，我喊李西风留在身边迟早是个祸害，本宫命你这次在遣返离北的路上找机会把他。娘娘不用等回离北，现在就必须动手。你有什么发现吗？李西风在离北大宫找到李思年留下的箱子，里面都是离北各部的瓜果种子，不知为何没有被李思年带回离北。你确定他在发现箱子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东西吗？当时我并不在场，但李西风说还找到一封书信。可有书信的去处？我只知道信是李思年留下的，写着景王亲启，那封信我找了多次都没有发现，一定是被李西风藏起来。景王会亲自送李北车队离开，若那时李西风将信交给景王，恐怕会对我们不利。钩子已经撒下了，王后很快就会对你动手。嗯。大哥，明天我就要离开了，你真的不跟我一起走？我一走，两国立马会起争端，打破来之不易的和平。况且李北交给你我放心，公主是假的，牵制不了景国，你应当为了李北和你自己休了他，迎娶一个真的公主回去。景国作假在先，谅他们也不敢拒绝。不，我在长明灯前起过誓，此生只娶她一人。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其烈？你现在已经陷入温柔的陷阱，你应当迎娶一个真的公主，保李北平安。一个男人要靠女人保平安，那岂不是成了笑话？我会护住李北，也会护住他。你的意思是认准这个假公主？我对她的感情是真的。不要为了儿女私情误了国家大事。可是我的心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。你。